开始，已经开始了啊！开始，五秒钟过去啊！夫人，这是什么？这是我们老家四川传出的最好的葡萄——玻璃翠。我没吃过，我来吃一个尝尝。你先说，先说吧。你这不是我们新疆，你这是另一个地方的朋友。你是从外地嫁过来的吗？那是你。你是从外地？快点，少两分钟。 哦，两分钟哦，还有时间闲置吗？时间闲置就好，玻璃翠葡萄含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具有非常好的这个舒筋活血、开胃的效果，好吃的吗？夫人，好吃的，好吃的，甜甜脆脆的，今天全部送给大家。这个玻璃翠非常好，具有非常好的营养价值，舒筋活血、开胃健脾，助有助消化的功效。夫人，哦哟，是的。 玻璃翠呢，也叫新疆吐鲁番红，它天生鲜艳透亮的紫红色，有点迷糊。一分钟啊！对，宛如一颗颗诱人的红珍珠。夫人，也给我们的朋友们品尝一下吧。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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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你继续介绍呀。哦，还有各种各样的葡萄，朋友们，今天有红的、绿的、白的、紫的，红的、蓝的、绿的、白的、黄的、红的什么都有，欢迎大家品尝葡萄。你就不要吃了。哎，你们什么时候上链接啊？我们现在没有，我们是送，我们一会儿还有这个的吐鲁番葡萄熟了，就会有机会种。 得大奖，大奖由我们跑男奔跑吧节目组为大家购买了很多很多的吐鲁番的特产，我们二位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玻璃翠，时间到。